师傅，这是我特地为你熬制的汤，你尝尝。行啊，没白收你当徒弟啊。那当然了，师傅。嗯，不错。好好好。师傅，嗯，这徒弟特地给你熬制的汤，是不是喝了呀？嗯，嘿嘿，嗯，好，尝尝这个，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点心，特意给我做的？对对对对对，那我尝尝。嗯，嗯，不错。好好好，那我出去忙了。你忙你的吧，没事别来打扰我啊。哎哎，对吧？汤，哎呀，哎呀，小兔崽子，敢拿我做实验啊？你拿我做实验是不是？啊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虚啊！哎呀，小兔崽子，啊，哎呦，哎，臭小子，敢拿你师傅做实验啊？你自己怎么不拿自己做实验呢？哎呀，哎，师傅，医者不自医。我要是中毒了怎么办啊？你也太损了你啊！你怕你自己中毒，你就不怕你师父死啊？啊！不行不行，我今天非饶不了你。消消气，哎，您消消气啊！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曼罗？哎，无色无味，一旦中毒发现就晚了。对。最起码也得伤及五脏六腑。嗯，你给我吃的就是这个？对呀。哎，可是我研制出解药了。解药？对呀。在哪儿啊？快给我吃了啊！你已经吃了呀？吃了。你刚才给我吃的那就是解药？对呀。臭小子，敢拿你师傅做实验啊？哎哎，师傅，你别动啊！动了，有可能没效了。我这。哎哎哎哎哎！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哎呀，你说你还没痊愈呢，出来干嘛？快进去，进去吧！啊！哎呀，看来呀，我真是看走眼了。你真的不用陪我，我自己一个人没问题。多走走对你的身体恢复很有帮助，不过你中毒很深，在余毒没有清完之前随时都会发作，有我在你身边啊，可以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次也要好好谢谢你师父这个高人啊。你说谁啊？你师父啊。我师父？嗯。我没看出来他高到哪儿去啊！臭小子，泡妞不用教，无师自通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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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死了！哎，嗯，好像是我师父的声音。我也好像听见了。不可能吧？
崽子，有了妞就忘了师傅是谁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不可能，应该是我听错了。臭小子，你等着。我们走吧。跟你师父学医，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我感觉你师父好像是个很严厉的人。走累了吧？咱们歇歇。好。你刚才说我师父是世外高人，我想也对啊。你看他医术那么高，也称得上是高人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不过你在我眼里也算是个高人。我也算是高人呐。算，大智若愚啊。这话听着不像是夸我吧？反正我倒是夸我了。师父，你这儿能打盔甲和武器吗？什么话？姑娘，我跟你说，我祖宗十八代都是干铁匠的，给个图就能打。那20把飞镖，一副盔甲多少钱？20把飞镖，一副盔甲，5块大洋怎么样？这是图和钱，过几天我来取货。嘿，您放心，您瞧好吧。哎呦，哎，姑娘，这不行啊，这亏了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是干嘛的？刚刚那个女孩，她做的什么呀？你也想打一个？给我也来一个。你能出多少钱啊？哎呀，我是假医道的徒弟，我就给他卖卖药什么的，我能有多少钱啊？别跟我说这个啊！一分钱一分货，就我这手艺，18代的手艺，最少10个大洋。大兄弟，不用找了，千万别找了。哎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这不行。开什么玩笑啊你？20000想打这个？不行。我呀是医生，俺就在村里看病。以后你生病了，我义无反顾的给你治。怎么说话呢？会不会说话？看我这破嘴，破嘴！我的意思是，你全家……哎，别说了。哎呀，算我倒霉啊！行了。谢谢你啊，
我是说你全家生病我都给你治，都给你治啊。又亏了。师傅，发现易水寒。把他给我抓回来。带多少人去？你亲自带人去，如果不能抓活的，就地解决。明白。易姑娘，你该喝药了。前程我好多了，谢谢。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这是我应该做的嘛。再过几天我就要走了。走了？那还回来吗？那我上哪儿找你去啊？我们只是在这十字路口擦肩而过的人，希望没有打扰到你。没，你不用管我，你走你的路，我就在后面默默地看着你就行了。你怎么了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等等，易姑娘。易姑娘，你别跑！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了吗？我知道你是医者父母心，也知道你对我好。我爹娘他们不顾自己，拼命救我出来。现在还生死不明。快走！八卦掌不能毁在我的手里。快走！走啊！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这个拳谱是我自己默写下来的，你一定要收好。放心，我一定收好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我很累，让我靠一靠。谢谢你救了我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等我回来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
来了一群人，村口啊，来了一群黑衣人，什么人啊？什么人呢？还能是什么人呢？坏人啊！他们啊，手里拿着刀，可吓人了。咱得回家小心呐！大家呀，快回屋，把门都关上。哎，赶紧赶紧的呀，把门都关上，快啊！起来了，把这儿都给我围上，别弄出太大动静。我们的目标只是易水寒，你们那边，我们这边，走。把八卦掌的全谱交出来，我留你一条活命。哼，有本事的话就来拿吧。好，给我上！别让他跑了，我去对付那个小子。你别过来，你除了欺负老年人就会欺负女人，你个死光头，你有能耐冲我来啊。好啊，臭小子，来啊，你是真不怕死啊。今天我非废了你不可！想要全部跟我来！追！死老头儿，师傅，别跟我玩阴等！你跑什么呀？等着，有本事你回来呀！姐，我挠死你！行了，你给我回来！就你这两下子还英雄救美呢？啊？哎，我看看。这穿什么东西这么扛打？哎，你看，哎，嘿，好小子，有两下子啊！不过我跟你说啊，易水寒的事你别管。师傅，我一定要管他的事儿。哎呀，你管什么管呀你？你不帮倒忙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现在家里没人，赶紧跟我回去。我挠死他！你挠死谁呀？你走吧你。人呢？你们几个往那边追，你们跟着我，分头追，我要留活口。哪儿去了？在那边，快！
这样下去对我们不利啊。我们在明，敌人在暗，怎么办？好，撤退，回义家镇等着他。走走。这次你还能往哪儿跑？乖乖的把全谱交出来吧。哼，你不找我，我也会找你们，我不会再心软了。我只想领教一下你的八卦掌，童海清做梦都想得到他，我也想好好见识见识。好奇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好。对你们这样的人，还有什么仁义可讲的？女儿，爹，娘，女儿，我来救你们了。易水寒，
我等了你好久了。女儿快走，别管我们。快走啊，快走。我哪也不去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要走也是他们走。你没事吧？伤到哪儿没有？我没有，没什么事。对了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是大夫。这大夫啊，自有大夫的方法嘛。把这个药包带上，这种药的香味儿可以驱散一些毒气，对你的身体特别好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可千万别弄丢了，很贵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会随身带着。真的？嗯。我给你的药包我特殊处理过，上面有特殊的味道，只要你走过的地儿我就能闻到，而且也只有我能闻到。你脑子还真跟别人不一样。这笨人吧有笨人的方法，你看只要是结果一样，笨聪明都是一样的。哎，对了，黑影打你那一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都不疼。怎么可能，你没受伤吗？我有这个，嗯，只是比你的大了一点。你跟踪我？谁跟踪你啊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哎，对了，你来的正好，看看我父母的毒还能不能治了。只要用心，我相信没有治不好的病。你父母在哪儿呢？啊，在里面。嗯。好，来这边。哎，哎，嗯，等等。这么会医死人的，原来是来看我出丑的呀！你来。哎呀，什么我来？几天不见还长脾气了？你治，我去看看啊。建成啊，这可是你未来的岳父岳母大人，放心，别慌啊。就是你把他们治死了，我也不会告诉易水寒的。去吧。哎哎，是。还治死，哼！
你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。我活得好着呢，我今儿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咱们两个没有什么瓜葛了，以后你也别再找我了。站住！小崽子，当初要不是我收留你们，你们全都饿死了。我谢谢你收留我们，这些年来我们为了你干了多少坏事，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看不惯了。想走？对。好啊，但是我有我的规矩，你该知道，不服从就得死。那是你的规矩，不是我的规矩，规矩也是人定的，可以改。我今天来就是想改改你的规矩。什么时候学会八卦掌这一招的？啊！看在你曾经收留我的份上，我今天不杀你，但是不代表下一次我不杀你。想讨回八卦掌的拳谱，我给你。我已经学会了，没什么用了。男女有别，你不可能胜得了我的，所以呢，乖乖嫁给我，我做掌门，你做夫人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呸！闭嘴！别以为你学了八卦掌就天下无敌了，是鸡蛋还是石头，碰一碰才知道。你这是什么招数？八卦掌里怎么没有这一招？看来你只知道八卦掌的皮毛而已。姑奶奶，我今天就告诉你什么叫八卦掌。乾坤无形。天人合一。你脑子想什么呢？我是让你生不如死，这是你应有的惩罚。
当家的，我父亲的仇终于报了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啊？水寒终于长大了，现在看来我以前的判断只能证明那单单是我个人的想法。希望八卦门以后能在水寒的带领下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，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能够拔刀相助，这不正是咱们的祖训吗？那你觉得给我们解毒的大夫和女儿在一起合适吗？你是说前程？这个孩子品质不错，大智若愚，你以为呢？让开，让开，都让开！看什么？简大夫，我家老爷病了，麻烦你去给看一看。人呢？在家。倒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这几天有点不舒服。没什么大碍，那就先排队吧。就是排队呀，钱大夫，我们家老爷可有的是钱，你要是给他治好了，那一定少不了你的好处啊！啊，我当医生又不是为了赚钱，我又不是商人。你们家老爷要是没什么大碍，那就先等着。先等着？就这些穷人哪有什么毛病？都在那装可怜呢。哎呀，你还是先放一放。快跟我走一趟吧！啊，没病谁来这儿啊？啊，你没看见吗？外面那么多人都难受等着呢。你别给我耽误时间啊！快走，都是来看。插队的到外面排队去。什么？快走，快走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快点排队，排队！一时抬举。快点，走吧。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了不老婆大人，跟你商量点事儿呗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个被你打伤的那位，能不能让我治一治啊？谁？杨超群啊？哎，对。好啊。嗯。又多了一个试验品。哎，你这意思，我当时也是你的试验品是吧？差不多吧。我先打断你的腿，让你给自己当回试验品。别闹了。大家都等着呢。哎，下一位啊。哼，先饶了你。大家排好队啊，别挤，我看呀都合格了。哎，我儿子还在你肚子里呢，你小心点儿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是儿子？万一是个女儿呢？你是儿子我就很满足了，万一是女儿那就太棒了，我一定给你记头功。来来来，女孩子站一排，男孩子站一排。小心点，你让开，没看我正忙着呢吗？谁叫我没本事孕育下一代呢？现在不得低声下气的靠着老婆大人吗？顺应自然孕育生命，这是我的使命，也是你的使命。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啊！知道就好。其实啊，老婆你还真说对了，我不笨，我那是大智若愚。哎，你别乱动啊，小心动了胎气。你打我不要紧，别伤到自己就行。来，我给你打，你打呀，来，来，随便打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师傅，大白天你俩别闹了啊，赶紧的，帮我挑一挑这里边有没有学医的好苗子。师傅，这里全都是好苗子。净糊弄我。你慢慢挑。贵阳，你看这么多孩子。你看这些孩子一个个的啊。不错啊。哟，还不好意思。都是好苗子。嗯。我们回去休息休息，这里交给年轻人吧。好。